我们要去挖博看谁？五霸湖吗？在动嘞，妈妈。你在拍什么馆？智农馆。好多人。超多人。无穷无尽的排队。可以做成什么东西这样？对啊，就是那个池上米饼，雾峰的清酒，反正我很爱啊。好，你拿的香菇很重吗？对啊，就崩一下就掉下来啊。那你来这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